今天好在文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超商的活动啊，一个是 Seven 超商，他们所算是应该是他们的活动 Seven 超商的健达任选三件，然后就可以送所谓的陶瓷碗啊，欢乐儿童陶瓷碗上面这一个，然后一次就两款，所以本人就顺便买了，随便买了三颗健达出奇蛋啊。然后另外一个活动则是全家的，全家买那个 NN 啊，然后士力架，哎，对吧？这是士力架巧克力，士力架巧克力，任两件，然后只要加49元就可以拿到的宝可梦缤纷马克杯啊。然后马克杯有两款啊，那就不废话，直接分享内容给大家看啊。先介绍，先看本人三颗转三，不是三蛋，三颗健达出奇蛋可以拿到什么啊？感觉前几天看到那个新闻，哎，我怎么觉得打开里面看到一个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的一个机器人形态的东西啊？扣起来，然后小兵站上去。哦，这不是小兵啊，我大概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类似在泛舟的一个人物。你看有贴纸吗？里面内容就这样啊，就没有什么特别。有贴纸啊，但贴纸应该也没什么好贴的。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两个活动，宜兰好像我已经看不到有店家在贩售，因为我是还蛮喜欢这种周边的、啊。哎，不会吧，运气这么好？我随便抽的、欸，抽到两只好像一样的、欸。这个系列总计有几款啊？这好像是那种户外活动，然后另外一款，这两款长得很像。另外一个是，这两个是这两个有不一样吗？这两个看起来像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一个攀绳的、啊。最近好像健达都没有，我以为健达会跟这次小小兵推出一样，这次就不一样，是车子。我个人是很喜欢健达系列的车子啊。然后合起来，然后这一个这一箱，这好像以前那种炮弹飞车，装上去，然后嘞，装上去，看它有没有说明书，说明书在这里。哎，他没有给我橡皮筋啊！哎，真的没有橡皮筋啊！那我这一款怎么玩？没有橡皮筋，真的没有橡皮筋。按道理讲，这一款好像要有一个橡皮筋装在这个后面这边，然后就可以弹射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没有，真的没有橡皮筋哎。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主要是要介绍陶瓷碗啊。陶瓷碗的话，里面这样子，这个台北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得到活动啊。基本上我觉得宜兰我是没有看到的。里面这样子、啊，而且我发现最近他们健达、啊、已经很少推出那种一个，这个好像是动物是黑熊啊，然后一个这应该是老虎吧。里面这样子、啊，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图案。健达好像最近都没有推出他们自己的那一只公仔的造型的，台湾这一边啊，台湾这边好像都没有推出，你反而在那种舶来品店还是可以看得到。然后里面就两个碗，然后再下一个是 NN 跟士力架所加架构所可以换到的两个马克杯啊，有两款啊。宜兰我没有看到几个人在卖、啊，但台北超多，非常多的夸张。一个是皮卡丘款啊，然后旁边的图案就非常的丰富啊。你像这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谁，但这个是耿鬼啊。然后伊布耿鬼，这个是谁啊？绿色这个谁看得出来这是谁？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谁。然后这个好像第二，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世代，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世代，那个很像那个燕子那个角色啊。这一款蛮丰富的，图案是这样子，转圈。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初代的三家，
喵蛙种子伊布杰尼龟杰尼小火龙皮卡丘，他是叫胖丁吧，我应该没有记错，他就是很爱唱歌，然后会让人家昏昏欲睡，然后上面就是一些宝可梦的图案啊，宝可梦球的图案啊，然后他们的果实啊，里面这样子啊，基本上涂装其实还蛮丰富的，就是一般来讲做马克杯常常就是走一面，但他们这个两款就是左右两侧都帮你印制啊，算还不错的一款，但是要加价够49元来讲，我个人觉得还算划算啊。那今天影片介绍到这里啊，这分别是全家跟 Seven 的各自的那种饼干的活动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超商的活动。那今天影片。